就跟着你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商二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还在服役期间，战士在服役期间是不可以谈恋爱的。我是说，这在驻地，这是谁的规定？当然是上级了。不过，如果能够提干，提干我就不用想了。真的，提干了就行了。那好啊，你抓紧提干啊，俺等你。山花，这提干不是说提干就能提干了的，那得经过上级批准，很严格。也许用不了一年，我就复员回家种地去了。种地就种地，反正俺也是一个人，你走到哪儿，俺跟你到哪儿。可是我这个森井兵还没当够啊。朱峰生，俺算是听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是嫌弃俺是不是？不不，尚花，你听我说，我是想……你想啥？当初你就不该救俺，让俺也钻到火堆里，跟孩子他爸一起走了算了。本来那火的大火烧的，俺都不想活了。可是上天偏偏又让俺遇见了你，俺又看到了亮。可是你，山花，你听我说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还是好好当你的兵吧。上华，看好了，小子，俺走了。哎，上华。阿尚，咋回事？都怪你个笨牛，怪你个笨牛。叶子峰，都怨你，六个人少了两个，还都是主心骨。叶子峰，你醒醒！叶子峰，你醒醒！起来。
走，别把我一个人留这儿，我害怕。谁也别想离开谁。你手怎么那么烫？天儿冷。烫什么也是，你逮那门兔子，你还真对得起你这名。我就是，一天出两个事儿，两个都因为你。我也不愿意出事啊，跟着我好了。现在起一切都听我指挥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这是一条狭长的地缝，高于五六米。这条河也不知道流向哪儿，没有外部条件，根本出不去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问我。我问谁去？啊，我是你带出来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不问你，我问谁啊？哦，我问洞里的耗子去啊。哎，可是你非要跟着出来的啊？要说耗子，还真有啊，在哪儿呢？你喊他，他就出来了。吓死我了！要是饿了，还真得吃耗子了。要吃你吃，打死我也不吃，恶心死了。要不然咱俩一块喊吧，把他们喊来救咱俩。这地方这么小，外面那么大，喊他们他们也听不见，没用。那怎么办呢？看看又来了不是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等他们来找我们。那咱俩只能在这儿过夜了。只有这样了。都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哎，你这可是头一次认错。要不你骂我一顿吧，骂我什么都行，你骂骂我心里能舒服点。大川，如果骂能把他们骂出去，我宁可骂一晚上。可现在还是出去再骂。大川，你说咱们俩会不会死在这儿？有可能。我可害怕。怕有什么用？要死也是我先死。有一线希望，我也把你先弄出去。那不行，要死我先死。你得守着我，最起码你得保护我。我可不想死在这儿。好了，别说死的事了。先死了谁，连个吵架的都没有。这话说的挺对。自从认识了你，咱俩除了吵就是吵。你还笑。在你面前，我就从来没有占过上风。哎，今天好了，想报复你就报复呗。你后悔了？我做事从不后悔。没事儿。哎，不到两秒钟就变成上位了吧？你发烧几天了？两天了吧。两天了你还来？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大川，你抱着我可以吗？我想睡一会儿。
川，你说有时候吵架也是一种交流，对吗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自从上次你把我从火场上救下来，我就总想找机会找理由和你见面。我不是那种特别细心特别温柔的女孩，你会接受这种女孩？一会儿我们到前面宽敞的地方支上帐篷，准备吃晚饭。棒是占第一班岗。是。今天晚上大家随便吃一点，千万不要点火，林子里点火不安全。还有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啊。哎，你还哭啥？咱们还有帐篷睡，这四方姐姐跟队长怎么办啊？他们什么都没带。你说，这不急死人吗？这都差两分钟，就十一个小时没有消息。按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按说，齐大川是按规矩办事的人吗？他要是按规矩办，我还着什么急？我跟你说啊，马上向支队汇报。再过五个小时，如果要是还没有消息，我们就全体出动，到迷魂公路去找人。好。喂，谁呀？啊，是叶局长，我还以为。我说你问我，我去问谁呀？你也是，你说你就那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你让她跟齐大川胡闹什么呀？啊，不，那不是胡闹是什么呀？好好好，那好吧，有消息我通知你。好。哎呀，这个叶局长，你挺大的岁数，就跟齐大川掺和什么？回来我们怎么睡得着？睡不着也得把眼闭上，保持体力。明天还有工作。那你不让人没睡呢吗？我这就去跟帮着换岗。动员他，罚他暂停休岗。对，别瞎说，赶快睡觉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一会儿棒槌回来以后，啥话都不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睡吧。大家，电话机没毛病吧？哎呀，又不欠费，能有什么毛病？来，坐下歇会儿。我说啊，这个孩子呀，不能惯，得管。你说，
你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揪心不？嗯？他们上迷魂谷那不是玩儿，不是为了工作吗？那不是凑热闹吗？你说你要是不让他去，他能去吗？这话说的也对，他妈去世的早啊，我对这个孩子是有那么点交。 我不是跟你一样吗？啊，我老婆也死得早，我跟我儿子一起过，可是我就不跟儿子。我对待儿子啊，就像训练军人一样，每天早上起来让他坚持跑步。哎，我儿子是特别能吃苦。我的姑娘也挺能吃苦啊。嗯，那倒是，像个假小子。嗯，说什么呢？他笑什么？没事。 我跟你说，老姜，说我没问题，你要是说我的闺女，好好好好。奶奶，我参军不到一年。 总是给领导添麻烦，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了。刚到迷魂谷，我又因为贪玩，把队长和私房姐姐搞丢了。奶奶，说话最灵了，我最听您的了，保佑我们的队长和私房姐姐吧。要不江大队还会跟齐队长发火，关他的禁闭。奶奶。 不嫌弃啊，俺这辈子就跟着你。 转过来，干什么？叫你转你就转过来嘛！哎呀，我给。巧克力，哪来的？算你命好，我这次在来挺多的呢，不过都在上面的包里。刚才你们口袋还有一块。哎，你吃了吗？你是不是就等于我吃了吗？你吃了还有六七把，我救出去啊！哎，你也得吃。嗯，我不吃，嫌你脏。再脏也比老鼠肉强。哎哎，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别闹。
背包，里面有信号枪。那我们就能出去了，大川，我们有救了。可是，我们怎么上去够到他呀？说，四万九，就可以回榆树沟了。拉倒吧你，顺着这条河就直接流到山里边去了。这是条暗河，进去就出不来。你啥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奶奶不如你？是，你奶奶真不如我。四万九，开个玩笑吧你。你敢拿我奶奶开玩笑？我跟你没完！哎，放开！哎，放你放开我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以为放开。放开我！我给你喂了。好了，松开！我给你喂了。都松开了。好了，放开！招人要紧。还打？什么时候了？招人要紧。好了，到什么时候了？到底要和什么交情？你们还打架？好了，大帅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我给你道歉。咱们找人要紧，啥都别说了。快点，棒槌！来，上来。好，别动啊！小心啊！把树枝递过来。够到了吗？别动啊，我够不到啊。你坐稳了。哎，够到了吗？啊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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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完毕。好，你要守住电话，一步也不许离开。是，大长，大川有消息了。喂喂喂，齐大川，请给我回话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我们正在返回途中。大队长，那队伍怎么办？让他们出左侧。是。齐大川，那你说这个兔崽子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就是想要我的命。行了，你歇着，我走了。告诉你，那个联合演习的事定了。是吗？地点呢，就定在齐大川他们考察过的迷魂谷，到时候总队的领导和兄弟部队都来参观。这太好了，这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齐大川啊，他给我制造了不少的麻烦。嗯，可是他呢，也不断的给我们大队创造了不少的荣誉。啊，这一次迷魂谷探险解开了不少的谜团，经过那个叶思方一整理，你还别说，动静还挺大。
啊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林业局呢要来研究，旅游局又想开发，这个电视台还想搞什么专题片。这个演习成功以后啊，那指不定啊，还有什么新的东西。大队长，这事儿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吧？怎么没关系呢？没有我们去探险，没有我们的第一手资料，那迷魂谷还指不定要迷到哪一辈子呢。不过，这个机遇和麻烦同在啊。什么麻烦？搞演习，场地要严密的封锁啊。部队的交通呢，也要实行严管。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地方政府大量的配合。你比如说什么山里采药的啊，还有挖参的，去找蘑菇的，还有那些抓林蛙的，一不留神看不住，溜进几口子，出事儿，那就是大事。是。哎，找马春风啊，他分管这块的。哎呀，这个马春风啊，阴阳怪气的。我是怕他不配合。不会吧，这最起码的觉悟他还是应该有的。那好，那这事儿那就交给你了啊。啊，哎哎哎，就怕闲着没事干。哎，要不是说呢，官越大是越好当，来个文件批个字就成了。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吧？对呀，该不是请我去喝酒？哎，让你给说着了，酒得喝，这事儿啊也得办。演习的事儿，场地问题你们不是都解决了吗？老马，那辅助性工作还很多啊，得需要你们地方政府的大力配合呀。配合，配合没问题，你们出主意，我执行就是了。老马，你不是在敷衍我吗？这话说的，你们搞演习也是为了保护森林嘛。只要不占老百姓的地，我全力支持。好，老马，走。干什么去？找地儿喝酒去。这才几点呢？快点，快跟上，快点，放去！干什么呢你？呀，看你器械怎么拿的！我都跑50遍了，还要跑51遍，快点！是，回来。队长，这是什么？这我奶奶给我的，说是保平安。部队不许带这个。队长。看，我给你保管，还是自己拿着。哭什么？那你可得保管好了。继续训练。是。哎。队长。林一姐。何叔。这就是你那个什么什么科学代表理念。我看是法西斯训练，从严训练是兵家常规啊。那叫从严吗？啊，那叫惨无人道。找我有事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本来是想跟你说点什么，全都忘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注意安全啊。是。老舅，这是何苦呢？啊，不就是配合演习吗？老马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咱们谈这事儿，必须一样样都落实了。没事啊，跟你合作啊，我心里痛快。好，来，请坐。好，来来来，请坐。坐坐坐。好。哎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好。喂，喂，哪位啊？啊，哦，你是吴总啊。哎呀，你怎么到这个偏僻的小地方来了？啊！哎，哎呀，我是走麦城，没法提了。啊，啊，我
正和一个朋友在吃饭。哎哎，你等等啊。有朋友刚到，让他过来一块执行吗？咱们俩谈的是工作上的事儿，这外人来合适吗？哎，不影响咱们。这个吴总能量很大，上面有路子，你见见大有好处。好。行，你是老大哥，你说了算。好。吴总啊，你过来吧。啊，在药先生，哎，还有森井的一位朋友，都是自己人，来吧。罗庆，趁着人没来，咱俩呢，先把话说完啊。演戏的事儿，我马春风全力以赴，这行了吧？老马，谢谢你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要你不把跟齐大川的矛盾转移到工作上，咱们什么事都好办。这个你放心啊，我不会把感情用在工作上。哎呀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老马，咱可是朋友，当着朋友面不能说假话。说假话哪叫朋友啊？哎，对了，你的朋友什么时候到啊？快了吧？哎呦，马县长，好久不见啊！您好，您好。别叫马县长了啊，现在是副镇长。马县长，我这个人可是特执着啊，您将来就是当上市长、省长，我也照叫您马县长。来，介绍一下，吴学，我的朋友，大地贸易公司的总经理。幸会幸会。您好。这位是森林部队的教导员罗雨欣。哦，我可常听马县长说起你啊。哎，吴总的歌唱得好，舞跳得更好。哪儿？待会儿让吴总陪你跳一曲。哎，老马，不行，我可不会啊。老教是不是客气啊？真的。要不然咱们唱一首《咱当兵的人》怎么样？哎，好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吴总，哎，请。好。喂。是我，啊，办怎么样？什么？还没谈完？哎呀，刚开始啊！哎，我说，你这一天就办这么一件事儿啊？好，那你办吧。哎，一定给我办妥啊！好。哎呀，来，马县长。哎，来。吃，哎呀，吴总，这什么生意的？啊，我现在经销消防器材。消防器材？嗯。都有哪些种类啊？哦，啊，那我这有说明，我们来先看一下。质量怎么样啊？马县长，我可不是自己吹嘘自己啊，我经营的化学灭火器材呀，哎，尤其是灭火弹，绝对保证质量，正宗的名牌，正宗的厂家。是吗？这份说明书我能带走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哎，好。罗教，我还真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们森林部队合作一次。哎呦，其实呢，我们呢还真有一笔经费，但是明确规定只能买灭火装备，我呀还正愁找厂家呢。嗯，哎呦，那太好了。罗教，那您这个可一定要归我呀。嗨，什么归你啊？是人呢还是订单呢？马县长，这当然是连人带订单喽。哎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。当然了，不过罗教，你放心，我保证货真价实。小心谨慎是必要的，你信不过吴总，还信不过马春风吗？老马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罗教，您可真是个爽快人。那这个呢，是给你的奖励。这是干什么？啊？不行。罗教，你怕什么？这就我们三个人，别人不知道。吴总，
如果你跟我来这个，我就不能请你帮这个忙。一句话，只要你的货是货真价实的，啊，我全出你的金。否则的话，免摊。哎哎哎！罗教，罗教，你别误会啊。罗教，罗教说的对，部队不兴这个。你还是收起来。那我就听马县长的。来，坐，是是，好。来，罗教，希望咱们合作成功。好，师傅。那别走。来。喂，大队长，还没睡呢。哎呀，睡不着啊！哎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也是刚刚接到的。哎，这个总队的首长口头任命我为这次大演习的总指挥。是吗？哎呦，你这消息我也睡不着了。哎，要不过来喝两盅？好啊。哎呦，算了，就你那胃，那不是害你吗？啊，对。哎，大川。你可得给我争口气啊！啊，一定要让兄弟部队看一看我们马大虎大队的威风。没问题，一定打出咱们大队的气势。哎，这句话好啊！好，那你睡吧。哎。谁？干什么呢？队长，大演习就要开始了，不好好休息。报告队长，我在给奶奶写信，参军那么长时间还没给奶奶写过信，心里惦记奶奶。大战之前得好好休息。新鹏说了，队长，就差一句了。那也不行，快睡觉。队长，那演习完了，演习完了继续写呀，到时候给你奶奶送回去啊。不，我要给奶奶邮回去，长那么大还没给奶奶邮过信呢。好，邮回去，快睡觉，快点。哎，快点。队长，看看家里多热闹，实战演习，再看看咱们大眼瞪小眼的，那怎么办？咱们放下瞭望任务回去？那倒不是，咱们应该去一个代表参观一下吧。呀呵，你小子还没当官了啊，就要现场观摩了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现场观摩的人都是什么级别的吗？大队长以上的。就是，一点也不安生工作。你看看我，你得像我一样才中嘞。太长，咱啥时候回去补充给养啊？我想大伙了，也想回去看看。不行，三个人的集体谁也不能离开。安心瞭望工作，就是对这次大演习的最大的支持。李大水，到上塔。是。给，还在学习啊？看不进去，看不进去就进去看，有空。是。